他掉到 standalone 之后，他 energy 一样很好，但是 boss 跟 viral 就怪怪的，还是怪怪的。BCMD 中心状的。对，200度。然后它的那个，它的压力跟它的 total energy。因为它有些跑到200步之后，它还是没有这个趋势，就是它压力先减小，再变大，然后再减小，再变大，有些都直接减小，然后就没有再变回来了。然后那些 case 不知道掉下去会不会影响那个精准，它有些都这样。然后它有时候压力会变回来很大，然后再又再降下来的。对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一样要跑 VZUS，就是跑个20步，不知道还是要不要。应该是不需要吧？但它动画看起来有变形很大嘛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 Force 按 Viral 都降不下来，能训练。量不够以前了，能量不够。然后说能量哦。能量我是开始用1000，然后结束用10。哦，没有，能量是0.01跟一，然后力量是1000，然后最后是十。然后 Viral 一开始是一啦，然后最后到五。我是先调这样，然后这阿卡的。最大我是设6，最小设5.8，因为我看他的那个有高商，我是参考高商陶瓷的那一篇，然后他是设6跟5.8，所以我就跟着他设。但是，然后这个我把它最后停止，把它停原本是3.0，我把它调到3.5，但训练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一样很差。对啊，可是照来说，我这样子应该要很准，跟 Force 一样怪怪的。然后他的那个图，那 VCMD 其实都结构都稳定的嘛，是不是？对，他每的个 case 都稳定。它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，就是。原子都在位置上移，就是有可能会比较靠近比较小的原子，会比较靠近比较大颗的原子。但是不会像上次对，那样。整个结构乱掉。就是用老师的那个调整，因为他那个有那个，所以排列应该是没问题。对，就这样。应该是可以的啊。这个。那圈里的幅度要再放长一点吗？刚刚问智秀的是已经选了，是不是？20万了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可能就真的是 database 不够。问智开始做 DB 卷了吗？还没。那你就 standalone run 100万步去看看，然后说直接 run 100万。对啊，对啊，不是在 DB 卷的时候，你用 standalone run 看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也只能，然后是有持续在跑，就是拿那个 MD 玩的结构再继续让它 run。那个 bench size 都改成一了吗？对，都是一。好。那个调整都有照老师那个调整，然后确认应该是就是在数值在设定这边。都没有问题，但报酬训练的时候就很差。然后我去，就是把他请那个队友拿出来看一下，然后又把那个比较大 BOSS 如果比较大区间的把它删掉，就出来他还是，我删掉几个 case，就是其实这是一开始是长的，但是有这个，
凸很多的，然后把这个比较大的删掉之后，它就是刚刚看到那样。就稍微真的感觉稍微好一点，但也没有好很多。对，但是它就穿久一点看看。好，再圈你久，然后 data 就继续让它跑。对，然后就接下来都只要跑原地就好，就不要。因为密度应该没有改变很多吧？我看是没有，就是等一下。然后说这个再很难从数据直接推到有什么结论，再加这个密度吗？好，这个 total energy， 好像还看，它好像还没达到能量的最低。对，因为照理来说，它应该要这样。就是有一个趋近于平衡的位置。哇，那所以真的还是需要 VC， 可能真的要 VC， 因为 VC US 会比较快到这个位置，但是 VC US 就是要跑很久。好吧，那我是其实跟刀拳一样，因为如果这边的能量有开始起的话，那就表示它真正找到平衡的结构了。对。但是从这边来看，它还是没有到达最稳定的结构。嗯。变成到时候认知没有办法猜测出外差的结果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没办法推测它最平衡的位置，它只能一直在这个还没有到平衡位置这边震荡。OK， 对。所以可能还是要让平行，还是没办法。可以，但是不能用试台，因为我试过，就是它的一二可以跑，然后好像是三五可以跑，但不能用到这两个组合，不能用到四跟六。所以如果用四跟六，它会挂掉。但是四跟六可以单独跑，但是一二不能碰到三四五六，因为它又会挂掉。对，所以它最多就是一二或跟一二跟三五可以平行，然后四六要单独。两四六是旧的，我没有同冠系统，全都同冠。对，我吃过，就是。它会出现这个 error。有看一下。单独是可以的，但是它如果平行，对，碰到 node 六就平行碰到 node 六一定会过，然后。只剩下，然后有几个组合是可以的，所以就是可能跑完 case 之后，可能要十分钟以内还是要观察一下，看他有没有挂掉，因为他有时候可以，有时候不行。挂是跑到一半才挂。他是这里，他是开始跑 SC， 跑 SCF 才挂掉了，所以他前面这边还是一样可以读到记忆体那一些。他单独四六就可以挂。对，单独四六可以挂。对，所以我还是能用平行就用平行，不能用的话我就单独一台这样。好，对，那就现在就是要跑那个 VC Race 这样。Okay.